我来自斧头帮。的战斗，拿酒来，酒染我胸膛，世人称我为智者。别担心，这不过是我的一具魔像。先祖，只要指引识时务者。是公平竞争的结果。让狩猎开始吧。斧头帮没有什么是重启不能解决的。Thank you.
世间没有光明，雷便是光，电便是光。旋转，跳跃，我不停歇。风斩，稍等，有些晕。
道家的名号入手呢？结果揭晓。境界更高，天涯敢闯，一醉何妨。狩猎开始吧。当拥有我的毒味道很好，你要尝尝吗？友谊就是魔法。Thank you.
平竞争的结果。别担心，这不过是我的一具魔像。为师好好瞧瞧。和我握握手。嘿，我听见你说我个子小了。嘿嘿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沙藤非常可爱。
你只能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。别踩脸，谢谢。斩！稍等，有些晕。当拥有翅膀，别担心，我的毒味道很好，你要尝尝吗？伏特不行的话，来试试百万伏特吧。
入手呢？结果天晓，鹤顶红，逍遥散，含笑半步癫，好想试试。入手呢？结果你的敌人沉迷，你的敌人沉迷魂能，需要电疗。我以后想知道什么叫做连连看吗？入手呢？结果揭晓。姐姐一出手，啥都给你轰没有。大地辽阔，大可奔流，吾等尽可奋战不息，征服一切。当拥有翅膀，谁还需要四足？把静物化活，我把活物化没。
可是公平竞争的结果。友谊就是魔法。当拥有翅膀，谁还需要四足？嘿，我听见你说我个子小了。结果揭晓，鹤顶红，逍遥伞，含笑半步。我以后。鹤顶红，逍遥伞，含笑半步颠。好笑。鹤顶红，逍遥伞。我的毒味道很好，你要尝尝吗？年轻人的生活，年轻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无趣。吃饭，睡觉，榨矮人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Thank you.
完美的一招。的战斗，想知道什么叫做马良？我手臂中的自然之年轻人的生活就是。我看你印堂发黑，要算上一卦吗？知道鸡蛋有几种画法吗？嘿嘿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！我没抄技能，神的事怎么能叫抄呢？我揭晓，我乃西族王罕愚蠢的父亲啊，你看见了吗？吾终将裂土为王。
个人的战斗。